在寻找小朋友的旧衣服，衣服你们会不会刚好有要淘汰的小朋友的衣服？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出师不利，余祥全、陆西派各屋校菜三位废弟弟牵狗上街头接下节目任务。哎，不过我很期待我都有新的一个那个子女要出来。通常舅舅是不是要包红包？要，有吗？要，真的吗？阿姑是很大的，舅包多少？8000哦，8000可能就是我银行剩下的钱。露西派的姐姐 Sandy 吴珊如即将生产，得向路人搜集物资，制作象征祝福的百家被，还真有不少人有够热心。我就拿3件。哦，可爱，很可爱耶，真的是小朋友的衣服啦，真的是小朋友的衣服。所以姐姐，你刚刚是回家拿？对，回家拿。哦，然后我现在要出去，为了你们一整袋哦。哇，哎。哇，真的是超级多的，太感动了吧，大姐！大姐，你怎么这么好？哇，还有旗袍，收获满满，但还要在限时内送到 Sandy 手中。可以进来聊一下吗？进来。你好 ，Sandy 姐，你好，好久没见。在录我的节目吗？对，然后抱我的狗。对，那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我们今天一现身就是满满 cos， 千算万算，没料到吴珊如的注意力全被各物校态的高颜值吸引。今天就很开心，就是你看他开始假装讲中文讲不好。Sandy 姐就是，不要叫我姐，叫我 Sandy。不按牌理出牌，满满笑料很高招。TV 顺中。水上不去，他不到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